聊，感心情蛮好的。又有钱赚。对啊。他入到你的账号吗？他就对，你开一个 YouTube 账号，然后有一个是收款的账号，他都会在里面。那你只要超过$100就可以领出来，啊，直接去四维路那个银行领就可以了。我有给了龙正款领那个领款的收据。同时可以一直惦记跟 YouTube 这样。那也不错啊，如果可以收入的一点开也。而且是一直收入啊，后面只要有人在点哈，又继续看，又继续收，好像在收房租一样。可是收房租你还要带人家看，还要签约，还要干嘛的？这一杯是什么啊？这一杯是小乖呀、啊。哦。这个小孩的吃东西哦，你们这个有潜力，他这个吃东西的点阅率应该会很高，因为小乖的脸都是肉，他们两个只差2公斤啊。哦，小乖，不要管你，你不要管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一，这没对啊，不要就直接这里睡觉了。小乖，你怎么都吃番茄酱？你怎么没有吃薯条？啊，那个味道是很好吃的。一个小时50。周里。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妈妈吃的。哦。就是合唱吗？阿冰伯伯，阿冰伯伯，阿伯伯，阿冰伯伯，